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会儿啊。长老，你在这儿等人啊？这个和尚是个聋子。长老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 不了，悟空说了，不能和陌生人的水。悟空，你娘就这名儿？哼，他肯定做错事了，他娘让他在这儿罚站呢。哎，休得无礼，小朋友真可爱。悟空不是我娘，他是我的徒弟。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前往。悟空说了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 这个和尚还挺有意思的啊！爷爷，那里怎么有鱼骨头呀？这里呀，原来是一条流沙河，这河里的水呀，非常奇怪，就是连最轻的羽毛啊，都浮不起来。 这条河里面呀，有一只妖怪，它吃过九个取经人，啊，就这九个取经人的头颅啊，才能浮起来。这个妖怪呀，也感觉有些奇怪，他呀，就把那九个头颅串在了一起，挂在了脖子上。是这样吗，爷爷？嘿，你这从哪儿来的？ 刚才在路上买的，说是流沙镇的纪念品，还可以辟邪，我就买了一个。又瞎花钱，败家娘们儿，骗外地人的。快看，好大的鱼骨头！啊，回来呀、啊，翠红，干嘛去啊？翠红，回来，快回来呀、啊，翠红，回来呀、啊！ 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啊！
想到了。暂时离开一下，猴哥你不必太过担心了。不是每个妖都想吃他的肉，有些妖可能只是欣赏他的为人和才华，说不定现在师父正在享受着呢。不如我们把家当分了吧，你回你的花果山，我回我的高老庄。知道你舍不得师父，这样吧，那这个尿壶，拿着，想念师父的时候闻一下，送给你做个念想啊。把东西收回去。哦，好的，猴哥。猴哥，我们去哪里找师父？那里。哦。佛祖说，身做好事，言说好话，心存好念，次数单压乘三。施主能带贫僧来到这种地方躲避风沙，想必一定是一只好妖。不过贫僧确实是有重要事在身，实在是不宜久留。臭和尚，你以为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贫僧知道施主好客，不如等贫僧取完真经再回来串门，到时候拿几本真经送给您。这次来的实在是太仓促了，空手而来确实是非常的不礼貌。不礼貌，不礼貌，不礼貌。别闹了，别闹了。好丑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藏起来不是挺好的吗？多有神秘感。你最好少说话，我看到你就恶心。你是不是胃不太舒服？我见你第一面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妖怪，不但不想吃肉，还觉得我非常的恶心，真的值得在妖界广为推广。闭嘴！等我拿到了孙悟空的实心，我就把你剁了喂狗。你想要的是悟空的实心，而不是我。那你很棒啊。来帮你。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天蓬元帅猪八戒。就凭你们俩这熊面，还想冒充妖王？不要脸！长这么丑就应该知道羞耻。有我一半帅，我都不会这么生气。
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样都谋杀了，知不知道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们两个都给我变戏法，要饭去！老大，爷爷轻点。豪哥，他侮辱你，我帮你弄死他。但是他钱都给了，下次再弄死他。外地人。外地人想来我们流沙镇混饭吃，就这点把戏是活不下去的。刚好我的客栈缺人手，包吃包住，要不要考虑一下呀？好啊，好啊，皮肤真滑。找师傅也要有力气，边吃边找是最好找的啊。皮肤真的很滑呀。这些呢，就是本店的招牌菜，以后你们俩都要学着做。本店的规矩呢，很简单，干活吃饭，偷懒就没饭吃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喂，大家欠你钱啊？微笑服务懂不懂啊？你这样总板着个脸，哪来的客人啊？水仙阿长。好了，看明白了吗？微笑啊！冷静，别浪费了，我们都懂的。废话少说。吃饱了干活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啥呀？菜都还没吃呢。哎，豪哥，这流沙镇的人呢，其实还不错了，菜就一般了。他们那是人，都是妖啊！我看他们耍什么花样。好重的妖气！妖气冲天，几位想吃点什么呀？吃妖肉，炖妖心，剥妖皮。客官这是说笑了，本店可没您想要的这些菜品，不如我给你们介绍几个招牌菜。快点吃饭啊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快吃！来，顶龙虾。原来是个花妖啊！贱货，今晚。打到你魂飞魄散，上我们家老大，我跟你拼啦！就凭你们！还是你牛，躲都不躲，厉害！哼，妖怪我杀过很多，花妖还是第一次见。你身上的花蜜甜不甜？有本事就杀了我！等我吸干了你的花蜜，我就成全你。谁？说。你的同伙在哪里？
谁呀？猴哥，我觉得扔筷子没有问题，但是为什么要扔我的那只呢？神经，我什么时候扔过？吃菜吧你。原来是你们。不是，我们是来吃饭。顶龙侠，我看着你就好了，没事就好了。我跟他很熟的，他平常都是这样子的。你们到底是什么妖？齐天大圣啊，小人知罪了，知罪了，神仙饶命啊，神仙饶命啊，神仙饶命，神仙饶命，神仙饶命。悟空，放他们三个一条生路吧，让他们回去好好做人。齐天大圣驾到！齐天大圣驾到！周天，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这都是虚名了。天蓬元帅，你们一路陪唐僧西天取经，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吧？困难肯定有，但就算没有困难，你也要制造困难出来去解决啊，要不然多无聊啊，是吧？你小子手法还不错啊。喝口水吧，大圣。多谢大圣出手相救，我叫小曼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大圣恕罪。手痒而已。多谢大圣手痒，我们流沙镇都是一些幻化成人形的低等妖物，没有多大本事，但是我们也从来不害人的。可是尽管如此，也总是受到捉妖人的捕杀。今天多亏了大圣，大圣威名远扬，早就是我们妖界的骄傲了。我可是个取经人，外面好重的妖气，大圣真的是齐天大圣啊，这就是金箍棒啊。陆生放手，大圣莫怪，大圣莫怪啊，这孩子不懂事啊。喂，猴哥别那么紧张，别那么紧张啊。靠，你懂什么 小孩子嘛，要你教啊。你看那个孙悟空，那个猪八戒，
哎呦，比传说中的还矮一些。你说什么呢？干嘛呢？大圣大圣，我是你的终极粉丝，你看齐天大圣。粉丝啊。怕了吧？大圣，你的牙齿好白呀。没错了，小朋友，你要学他一样每天刷牙，你的牙也一样那么白。大圣，送给你。两位妖王远道而来，我们全镇小妖万分荣幸。啊，全镇都是妖啊？干嘛？这里本是万花国，花花草草洗天地之灵，修炼成妖。万花国本是片花海，几百年前被一团从天而降的烈焰摧毁，变成了万里流沙。如今只剩下这流沙城还能生息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妖就都聚集在此了。我们特地设宴，希望二位可以赏光。好，吃吃吃，要吃的吃啊。要吃？你忘了我们要来干什么了吧？哎呀，有什么事我们边吃边聊嘛，待会儿人多可以问一下嘛。来吃吃。猪哥哥，要不要小女帮你斟酒啊？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名叫珍珠，是沙藻精所化。难怪声音那么甜，原来是沙藻精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很有缘分呢、啊。缘分？嗯。什么缘分啊？你叫珍珠吗？嗯。我是真的猪吗？是不是有缘啊？算是有缘。大圣，我爷爷天天给我唱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，我知道大圣最喜欢吃的就是桃子啊。嗯。终于来了，这是我们万花国唯一的机会。我们万花国的妖灵越来越弱，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只有拿到这孙悟空的石心，才能拯救万花国。林普，大圣救过我们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救你？你还真把他当成同类？这个石猴生性残暴，一路上杀妖无赦。你不杀他们，他迟早会把我们杀光。还记得我们万花国是怎么变成万里流沙的吗？你是说？它就是当年从天而降的火石，这个火石又来了，这就是我们万花国的宿命。公主，让流沙城变回花海，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家一个个的死去，你来决定。我帮你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接你。好、啊。哎，猪
树哥哥，你不要一直盯着我看，我会害羞。哎呀，我有吗？我不自觉的，这个不好意思。你可能想吃香蕉了吧？哎，看来树上都是骗人的。哎。小二，快点儿，给点水啊！哎呦，你还以为你是来客栈消费的客人呢？要不要再给你来个微笑服务啊？我保证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不杀你们。嗯，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？我告诉你啊，过几天就把你祭杀神了。临死之前，你最好是多吃点。杀神是谁？谁是杀神？我问你们，谁是杀神？别冲动啊，猴哥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但是我很怕。还嘴硬？不进棺材不流眼泪。大圣，大圣，这是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呀。你是不是你抓了我师父？说啊！大圣，大圣息怒啊！大圣，我们都是低等小妖，没有这个能耐啊！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啊！大圣，我们这些小妖哪敢呢？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啊！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！猴哥，先把他放了吧。你看他快被你掐死了，敢骗我，通通杀光你们！说，杀神是谁？他原本是流沙河里的河妖，专吃路过流沙河的路人。现在，流沙河变成荒漠。路人少了，他逼我们每年七月要捉活人祭他，否则他就吃我们。可是我们从来不敢害人呢，大圣。所以这么多年，他已经吃了我们这里不少小妖了。要不是大圣抓到这几个捉妖人，我们也不敢呢，大圣。大圣，我们真的没有抓你师父。哎呀，猴哥，你看他们都花花草草的，应该没有这个能耐，而且人家都不吃肉的。但他说的那个河妖倒是有可能。说，河妖在哪里？那个河妖在大漠的深处，谁也寻不到他的踪迹，除非问指路仙人。还有个指路仙人的，快点出来呀、啊！在哪里呀、啊？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原本是个小道士，前往天龙山修行，路过此地，想以商队问路，不料那商队却将他指向大漠深处。小道士走了七天七夜，发现受骗为时已晚。小道士怨气不散，化为妖，此后一直在大漠深处为人指路，所指之路必是死路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指路仙人。走。
圣，那个指路仙人只在午时出现，现在去是寻不到的。什么？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快点说了，我快被打死了。大圣，大圣如果信我，天亮后我让小曼陪你们去，也好证明我们的清白。有小曼去就好了吗？公主，这是我们万花国的宝物摄魂刀，你将它带在身上，插入孙悟空的心脏，摄魂刀定会吸出他的心魄。这个小花妖真的能取出孙悟空的不死之心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，妖怪先生？他是唯一的人选。这位是？这个孙悟空生性多疑，一般生人很难接近，但这个小花妖与他同一灵石中生，最易取得孙悟空的信任，再加上他对拯救万花国一说深信不疑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会去冒这个险。哦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呐、啊！想必这位一定是妖怪夫人吧？真的是年轻貌美，婀娜多姿啊！如果能再加上心地善良，那真的是羡煞旁人。臭和尚，闭嘴！莫生气啊，生气生多了容易长皱纹的，是真的。我觉得你跟这位妖怪先生非常的有夫妻相，如果你们能放下屠刀，我立地成全你们，做个什么婚礼见证人之类的都是可以的。我觉得你们欺骗和利用一朵纯洁的小花去做坏事，做多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是很难得到别人的祝福的。我劝你们最好闭嘴。我还有一句话，悟空是金刚不坏之身啊，不是你们想杀就能杀的呀，不如早点消掉这个恶念，好好过日子。你不用担心，这花妖能破灵石而生，定有他的过人之处，你还是祝福你的徒弟吧。哎，你看人家小曼姑娘对我们这么好，管吃管住的，人家当我们是神佛一样供着，你居然掐人家脖子，你差点要人家命啊，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吗？你这个猴脾气真的要改一改，佛语都有说嘛，对万物要有慈悲之心，才可以步步生莲呢、啊。你哼什么哼啊？啊！现在我有说错你吗？啊！你就这样猴脾气的了？啊！错了不承认，去！啊！刚好这里有瓶药，听说对外伤很好的，拿过去吧。嗯，我们还住在人家的地方呢。我要去哪儿啊？拉屎啊！哦哦哦、拉屎？拉屎？你拿我的药干嘛？我的药不通便的。去！去！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问你，你想干嘛？走错门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哇哇！辛苦了。嗯，好，早点睡啊。啊，好，嗯啊。看来药应该是给了，
烤住了，找半天一滴水没有找到，口渴死了。哇，原来你伤成这样啊！昨天没有人拿药给你吗？啊，没人拿药给你吗？ 点嘛，守在这里呢，不在这里。哎，哦，用这个好的快，老侯给的。哦，谢谢啊。又不是我给的，不是你？难道是指路仙人啊？有错不敢认，给了又不承认，累不累呀你？切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哎哎，不是你，你。 那个指路仙人，他什么时候才出来啊？已经快过午时了，如果今天他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等明天了。什么？你出来呀！你，指路仙人，你小子给我出来呀！指路小童，给我出来，出来！小曼姑娘。 你算是见过什么叫猴急了吧？你说我每天面对这个神经病，是有多痛苦？大圣，这指路仙人如果自己不出来的话，是谁也换不出来的。什么？好好好！是不是我太渴了？ 那里怎么会有一口井呢？是幻觉，他来了。二三二二三，跟着师傅上茅山，茅山有个宝老道，师傅给我把一船，船会了徒弟整八个，倒有七个成了仙，只给我看门。 大把手啊，兄弟，大你妹啊！谁是你兄弟啊？出不来就在里面说。哎，喂，你小心点！兄弟，去向何方？ 归往何处啊？贫道愿意给你指条死路。少给我装神弄鬼呀！告诉我那个吃人的河妖在哪里？你要找河妖啊？那不是想找死吗？我只给不想死的人指死路，给想死的人指死路，那不是便宜你了？ 你又不给我指路钱儿，我在这儿呢。
还好还好。上当了。你看你看，这齐天大圣和天蓬元帅也不过如此嘛，还是我这法宝厉害呀。出手吧小姑娘，灵婆让贫道助你取这猴子的食心，现在该你出手了吧。下不了手啊，要不我来帮你，我怕我太兴奋了我会把它剁碎。用不着你，我自己来。对不起了大圣，为了万花果，为了大家。哎，心在左边。我当然知道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为了万花果，为了大家。哎呀妈呀，真墨迹。皮也太硬了吧，我尽力了。兄弟你在逗我吗？看到我手都痒了。让你走，你干嘛不走啊？走啊！啊！大圣，去向何方，归往何地呀？贫道愿意免费为你指一条路。是不是要我再问你一次啊？你说的这何瑶啊，都已经很久没出现了。他性格内向，很少与人见面，只有每年流沙河祭杀神的时候出来捞点吃的。听说大圣是来找唐僧的，这流沙河妖一共吃了9个取经人，我怕你的师父早就被他给吃了。什么呀，去死了。哎呀，猴哥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小曼姑娘怎么晕倒的？哎，那个指路仙人的头呢？你是不是又杀生了？师父不在，我得好好看着你。哎，第一次看你背女人，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我高老庄的初恋。初恋？哎呀呀呀！哎，老大，老大你醒了？没事吧，老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慢点点，慢点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大圣把你背回来的，我们没敢多问。嗯。大圣，给。什么？嗯。和书上说的一样，花果山到处都是水果，大圣只吃最甜的那一口，从不吃第二口。因为如果我吃第二口的话，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嗯嗯。
哇哇！好大的苹果呀！在花果山，最小的苹果都是这么大的。嗯，苹果那么大，那岂不得西瓜就那么大了？哎呀呀，我的苹果！别跑啊，苹果！哎，老大，原来大圣也会笑啊！笑起来还没我好看呢。对了，老大，刚才灵婆有事找你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今天怎么想到过来找我呢？没想到你比我还心急。猪哥哥，啊，大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大圣他不会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？嗯。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，不是更好吗？那我可以问你一些关于大圣的事情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问那个猴子的事啊？你别看他这样，那哒哒哒哒哒，咕咕咕咕咕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，很硬的样子，其实他就是块破石头，不能有感情，他一动感情，他就硬不起来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直白一点说，他不喜欢女人的。不喜欢女人？意思就是他连男人也不喜欢的。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不能动凡心，他一动了凡心就会破坏他的金刚不坏之身，就会破破破。是这样啊？说白一点呢，他就是一个怕死的人，在爱情的路上觉得没有我那么勇敢。我如果没有爱情的话，我宁愿死。猪哥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找你。其实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一面呢。喂，问你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天天背着那个东西，你不累吗？不累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和我讲讲真正的花果山吧。没什么好讲的。啊，这样吧。哎，这个呢是花果山的石头，你拿去听吧。哇，花果山的石头，哇哇！你听到了什么呀？有瀑布，还有很多的小猴子，嗯，还有很多的鱼，哇！鱼你都听得到啊？是我猜的。能让我再听听吗？那个就送给你吧，回家慢慢听，你该睡觉了。真的，大圣？不过我不敢一个人回家。为什么？怕杀神，他会吃掉小孩子。切，过几天我把他抓过来给你当马骑。太好了，驾驾驾驾驾驾驾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放弃。公主，公主三思啊！你别这样，快起来。公主，
我们妖灵危在旦夕，你不能就这样放弃呀。大家可以不知道你是公主，但你自己不能忘啊。什么公主不公主的根本就不重要，我宁愿跟大家一样当一个平平凡凡的小妖。万花国现在有难，让我挺身而出，我当然愿意。可是那孙悟空的身体坚硬无比，你怎么可能去到他的心嘛？孙悟空一天找不到唐僧，就一天不会离开流沙镇。我们还有机会。老大，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早出事了。早熟的妖灵进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这早熟平儿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？他怎么会这样啊？这妖灵怎么说没就没啊？是啊，看来万花国的灾难来得要比预想的还要快呀。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呀？哎，小曼姑娘，你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我不紧张。不紧张的干嘛一直抓我，抓得那么痛啊？哇！如果你害怕就先回去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别怕，有我呢。船动了。看来鱼要上钩了。谁坏老子好事？是不是你抓了我的师父？你师父？你师父谁啊？就是说话非常唠叨的光头的和尚啊。老子在流沙河吃了九个和尚了，你说说看哪一个是你师父啊？什么？猴哥。
滚远点！那个石猴已经动了凡心，主公拿到石信指日可待呀。这个石信本来就该是我的，这个猴子没完成的事我帮他继续。你们是要和我一起去西天取经吗？取经？如来用他的五指山困住了这孙悟空的身，现在又用取经困住他的心，让他彻底放弃对抗天庭，像狗一样跟着你。不许你这样说悟空。悟空一直用坚硬的石心让自己成为无敌的战士，一路降妖伏魔保护着我们。哎，这小花妖与悟空一脉相承，冥冥之中注定了这段情缘，佛祖这样的安排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。佛祖？你现在死到临头了，你的佛祖怎么不来救你出去啊？佛祖是希望你能迷途知返，回头是岸。回头？我会让这天庭重回黑暗。哈哈哈哈猴子，你笑什么？我只是单纯的觉得你笑得有点干，我来帮你加点回音。不用管我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最后还是敌不过一个情字啊。金刚不坏之身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别看他法力通天，只要一触动真情，金刚不坏之身也就没了。齐天大圣瞬间变回一个普通的小猴头。你说这情字啊，可以让人像炉中炽火摧毁一切，也可以让人卑微的像尘土一样。说到感情，这个千年老处男还是个孩子。真的没有想到大圣对他师父的感情这么深啊。哎，什么师父？谁说师父了？是男女之情。男女之情？你是说大圣有心上人？不会吧，谁啊？怎么可能，怎么可能是我？难道是灵婆？会不会是珍珠啊？珍珠那么漂亮，好多人追的。哎，珍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不会有人敢追了。现在师父都没有了，看来还是带珍珠回高老庄，先洞房再成亲，过一个正常住的生活。万花国五十，万花国五十。水仙，给我来红酒。好嘞，快点。大长，救命！酒来。好嘞，马上来。你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死了！大圣这样
不会有事吧？现在陷入的是失去师父的痛苦之中，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。大圣，你还是出来吧。大圣，他是个驴脾气，你劝不了的，饿了自然会出来的。我们先睡觉吧。他们的妖灵进了。凌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们万花国灭亡的征兆。灭亡！那孙悟空就是当年从天而降的火石，吸进万花国的灵气，化身为石猴，让万花国毁于一旦。好不容易留下一个流沙阵，他又来了，看来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呀！一派胡言！海外有一国土，名曰奥莱国，国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名山，名唤花果山。孙悟空乃东胜神州奥莱国花果山人士，我读过书，你骗不了我。你哼，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。大圣是来保护我们的，他还说要抓沙神给我当马骑，你们不可以诬赖大圣。我看猪八戒那个人是挺好的，孙悟空他也只是脾气坏了点，不像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呀。是啊，灵婆，会不会是搞错了？要不我去查查他们的族谱。你查什么族谱啊？你私自吗？你是万花国虽然灭完，但这维系大家命脉的妖灵一直是我日夜守候，现在妖灵越来越弱，危在旦夕，你们却还维护一个外人。你们想想，自从那孙悟空来后，我们这里安生过吗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孙悟空太厉害了，是啊。如果小曼能拿回石心，我们或许还能逃过这一劫。如果小曼没有成功，只能大家一起动手了。孙悟空那么厉害，我们怎么打得过他呀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这个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如果拿不到石心，我们都会死。天哪！咦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大圣快跑！大圣快跑！大圣！大圣快跑！大圣，你们快跑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下不了手。你们快回去，是家长，快让大家走啊！老大，为了万花国，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，老大。哎，别闹了吧！吃你们的妖怪，我们早就已经给收了，赶紧回去做饭吧，饿了。嘿，珍珠，你想干什么？猪哥哥，对不起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你已经有了我的心，你还想要那个猴子的心？你怎么这么贪心呢？过来！大圣，都是大家一时糊涂，你就放过大家吧，放过大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
看到了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从前你灵石坠落，毁了我们万花国，你的出现是我们万花国灭亡的征兆。只有拿到你的石心，我们才可以保住性命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人家当我们是神佛一样供着，你差点要人家命啊！为了万花国，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这都是拜你所赐。大圣，你就放过大家吧。大人，放过我们。这是你欠我们的。上当了！总共已经拿到孙悟空的石心。现在可以送你上路了。妖怪夫人，坦白的讲呢，你要是能送我上路，你早就送了。你以为我真的杀不了你？毕竟杀人必须要有勇气。我们主公是你前九世的心魔所化，在没有拿到孙悟空的石心之前，他还需要依附于你的心魄，所以才不杀你。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。难怪他那么的讨厌我。毕竟每个人都有讨厌自己的时候，讨厌到极致也就成了心魔。你快杀了我吧，我又开始讨厌我自己了。临死之前，我还想洗个澡。忘了告诉你了，其实你们妖界对贫僧一直有个很深的误会。佛祖为了消除这个误会，特意在我背后刻了几个字，说你们妖怪看了之后就不会想吃我了。且慢，师父，不来迟了。妖怪大哥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拽我。我受观音菩萨指点，都来解救你的，可我来迟了。我给观音大师写的信，他收到了。那你没来迟，你来得刚刚好。虽然我来迟了，可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师父，不死心是我的吗？要你灰飞烟灭！猴哥，不要！Thank you.
说你们，你们继续。离他们这么近是很危险的，快放为师下来。还不快去帮忙，快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去！不好！二叔，师父让我来帮你。这小花妖生自灵石，如今又回到了你的身体，缘起缘灭，一切自有安排。妖怪们不明白，以为得到石心便可以无敌，其实真正的无敌是大爱之心。悟空，你明白了吗？悟空，看来你明白了。齐天大圣，孙悟空，大圣，齐天大圣，猴哥回来了。你们两个给我看好师父，快点去。好。师父居然没死。Yeah!
重重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了，只是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位地中海先生，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。师父，这一带的人呢，都叫我流沙一霸。初次见面，这个就送给师父当见面礼吧。这个为师不想看到自己的前九世，与为师的气质也不太搭，为师送个新的给你，再送个新的名字给你，就叫沙悟净吧。沙悟净啊，实在是太好听了，非常适合我的气质。好好好，沙悟净。师傅，那妖怪有没有伤害过你啊？没有，那妖怪还请我洗了个澡呢。师傅，你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。闭嘴。哎，悟空怎么怪怪的？是不是太久没见，想念为师了？等我，死肥仔！
说什么，臭猴子！你走那么快，你小心我还手啊！你信不信？来呀！臭猴子！所以，这就是贫僧一直坐在这里等待的原因。长老，你在等什么呀？等待有路人经过，和他们聊聊天，讲讲故事，换口饭吃。哼，长老啊，这十万八千里不容易，这水你带上啊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爷爷，这世上真的有妖怪吗？哪儿来的妖怪？妖怪啊，都被齐天大圣赶跑
妖怪，凭什么被践踏？你本是天地造化的灵猴，又为何堕入这轮回火宅？臭妖猴，现在炼丹阁已被10万天兵天将包围，在我天庭圣威面前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束手就擒！今天我就让你们这些天人神仙知道俺老孙的命，俺老孙自己定。记住，老子的名字叫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前往讨伐，大师兄凭借一人一棒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，玉帝震怒，将大师兄丢入八卦炉焚烧，7749天之后，一声巨响，火眼金睛一出，天地变色，狂雷骤起，四大金刚，五方揭谛，28星宿，10万天兵天将，这不能敌。哇，想不到大师兄500年前那么厉害啊！后来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压在五行山下？猪头，死肥仔，又在说什么坏话？没有没有，大师兄，没有啊没有啊！大师兄说你500年前大闹天宫，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，可威风了。没有，什么？不要打脸！大师兄干嘛呢？大师兄好像又在想花果山了。悟空啊，这天好热啊。大哥，我说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变成烤猪了。你快用火眼金睛看看这是怎么了。嘿，大爷，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用火眼金睛看的啊。哇，好大的火锅啊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会不会是妖怪的妖术啊？你快用火眼金睛看一下吧！啊，对啊对啊，老师，快看一下！哎呀，行行，真麻烦你们。大师兄没事吧？我呀，连我都看不穿这山的源头啊！啊，糟了，这是什么妖怪啊？我来，打你个头啊！这不是妖术。阿弥陀佛。好了，既然不是妖术，那咱们就赶紧赶路吧。哎，走，快走啊！师傅，
我去看一下。老乡，请问，快走，走走走。三师弟，看我的。二师兄。让哪儿？啊，好帅啊！快！哎，大神！啊！悟空，还是你去吧。哎，年轻人，我问你，我没推你啊，我饶了我吧，我没推倒啊。各位大王，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。你看看你啊，老人家，老人家不要害怕。我这三个徒弟虽然长得丑了点，但是他们笑起来很可爱啊。小乙哥，老人家快快请起。这位施主，你是？你谁呀？啊，贫僧刚刚说过了，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。咚咚咚咚，你个大头鬼！要不是你，我颜亮也……啊，你还带了三只妖怪？贫僧刚刚说过了，这三位是贫僧的徒弟。你瞪什么瞪啊你？我来问你，你是不是又想抓小孩？我颜灵儿才不怕你，你看看你，长得尖嘴猴腮的样子，连这毛都劈叉了，想干嘛？你这是在逗我吗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这是生气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去，别说了。你能不能大点声啊？我都让你大点声了，听不见呀？哎，我说，别说了。嘿，你这个死肥猪！别说，大师兄发飙了，大师兄生气了。水吗？
心肝腑怪我的好事，让你尝尝我黑风老妖的手段。悟空啊，打妖怪就打妖怪，不要破坏公物啊！师傅，齐天大圣，我来帮你。你是何方神圣？这根本是喊我爷爷的名号。师傅，没事了，师傅。为师怎么感觉头上凉凉的？师傅，没事，剑在我手里呢。师傅，没事。无敌金刚锤！没事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！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救我们！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救我们！我跟你们说呀，这山呐叫火焰山，以前呢是一座灵山，我们世世代代啊都在这里生活。500年前听祖辈们说，一天有一个火球从天而降，火烧了800里，所以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黑风老妖每隔一年就来抓童男童女，你说这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啊，我太兴奋了，我没想到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齐天大圣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西天路上的风景？不知道西天路上有没有紫色的晚霞？没有。哎，那有没有金色的鲤鱼？有。啊，真的？都是死的。那个白龙马真的是一条龙吗？它只是一匹马而已。那花果山，你真的全部都是花果吗？啊，对了对了，还有那个什么，烦不烦？哎，其实天庭里面除了齐天大圣，还有天蓬元帅。哎呀呀呀呀！呼呼啊啊呀！
元帅，很威风啊！啊？哎呦，你使的是什么妖术？这不是妖术，这是仙术。分明就是妖术。这真的是仙术？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啊！手下留情！哎呀，神仙呐，你一定是弄错了。这颜灵儿她不是妖怪呀、啊！不是妖怪，是好人。我去给她拿药。村长，你把话说清楚一点嘛！老傻我都急死了。这颜灵儿，是我们偶然在火焰山发现的。其实大家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，只是可怜他，让他住在村子里。他这个人体质独特，常人啊根本无法接近。但是，他本质不坏，常常帮我们抵御妖怪。傅元帅，我给你上药。好，坐远一点。大师兄，他是个疯子，你不用理他。哎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圣僧啊，我们之所以没有离开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这里能恢复原来的样子。自从天火坠落，这里就形成了以火焰山二圣为首的妖魔领地，经常出现妖怪吃人伤人的事件。妖怪啊！这甘霖村呐、啊，有二害，一害是这火焰山之火啊，二害就是这火焰山二圣。我代表甘霖村，请神仙出手，帮帮我们吧！老人家，请，快快请起，大家都起来吧。我这三个徒弟神通广大，一定会帮助大家。师傅，帮帮我们吧！这个火并不简单，普通的方法是灭不掉的。啊啊！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啊？我有办法。我听一个高人说过，这火焰山二圣手中有一个法宝，可以熄灭火焰山的火。哎，什么法宝啊？好像叫芭蕉扇。芭蕉扇。这芭蕉扇是由太阴所化，据说是天地间难得的宝物。可是这二圣太残暴，从来没有人敢上山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这怎么办？拿不到。你给我下的什么药啊？啊啊！是六姑家的辣椒粉。哦。啊！哎呦！哦吼！哦吼！老金，明天随我上火焰山一趟。猴哥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因为你长得帅嘛。如主人所言，这孙悟空的确神通广大。如果正面对抗的话，我们绝对讨不到半点好处，还请主人细细斟酌呀。一切按计划行事。主人放心，一切尽在主人掌握之中。孙悟空已经上山了。笑得真难听，每次听到你笑，就想宰了你。是的，大王。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准备完毕了，大王。这火焰山之火本就是孙悟空的嗔恨之火，这嗔恨之火能烧上一年、十年、五百年，何其强大！如今就差最后一点点火候了，一点点，五百年了。百年了。喂喂，干什么？前面有个茶摊。
正所谓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啊！快来啊！小二，客官，喝点什么？来茶摊当然是喝茶了。好嘞。啊。来，吃吃吃。啊。你别跟着我们的吗？我可以帮你们吗？不需要。我可以帮你们指路。路在哪儿？路在脚下。齐天大圣，你再跟我说一说西天路上的风景吧。没什么好讲的。那你带我一起去取经吧，好不好啊？求求你了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行啊！哎呀，这火咋就扇不灭呢？老婆婆，火这么大，你这么扇是扇不灭的。那。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它灭了？灭火当然是用水了。哦，对呀，这火能用水灭。请问姑娘，那火焰山的火该怎么灭呢？装神弄鬼，歇歇吧。就被看穿了。大师兄，是铁扇公主。原来是嫂子。孙悟空，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500年了都没来见你一面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看你喽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们经过火焰山，得知你手中有把芭蕉扇，可以灭这火焰山的火。特来拜访。哦，如果我要是不借呢？哎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那么小气呢？自家人，孙悟空，你对付红孩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他也是自家人？他现在活得可好了，是观音菩萨座下的善财童子，这是三生都修不来的造化。哦，对对对。三世修不来的造化，孙悟空，500年了，你这搬弄是非的本事倒是一点都没有变。来人，送客！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发我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拿不到芭蕉扇，我不走。你
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牛哥呀，五百年没见，别来无恙吧。孙悟空，你就这么来了，也不管管你师父。他现在在我的手里。年灵儿，你做得很好，真的把他们引到我这里来了。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兑现的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不是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又怎么会玩这出调虎离山呢？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，快来救我们呐！老三，大师兄，师父，老三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！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老三，五百年前弃妖族不顾，如今又弃我妻儿，好，今天新仇旧恨，咱们就一起算。大师兄加油！堂堂齐天大圣，居然被一个和尚像狗一样吃屎！废话真多，踢爆你这个老妖精！你不是想要挂招扇吗？我手中的神血神符。大圣，哼！
别追我！别追着来！你别，秦雷老师，你别跟着来，走开啊！还我花果山！师兄在就好了，我好没用啊。悟净，悟空虽是战无不胜的齐天大圣，但是也有解不开的心结。你虽然天生愚蠢，表现平庸，相貌丑陋，但是师父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挺好。是头猪啊！是二师兄，师傅是二师兄。我不是猪，我是天蓬元帅。我大闹天蓬元帅了！我大闹天蓬元帅了！哼，天蓬元帅也不是好惹的。给我上！二师兄好厉害啊！百年前的天空应该也是这么美吧。
空，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血溅凌霄殿，火烧炼丹阁，区区天庭，不过如此。诸天仙神，能奈我何？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这儿吗？他马上就会来了，只要你把他带到这里，我就有办法让你和他永远在一起。花果山没了，家也没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知道佛祖为什么要把你压在五行山下，又让你行这十万八千里的取经路吗？我想他应该是要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重新开始，我做不到。痛苦的过去会让人沉浸在悔恨里面无法自拔，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战无不胜的齐天大圣。师兄，今天就先烤了你这只猪。
一定让大家很失望。师父，大师兄真的来了！师父，悟空，小子们，给我上！天人神佛，五百年后你又恨自己，这嗔恨之火何时能灭啊？啰啰嗦嗦的，你花果山虽然没了，但不代表你失去了一切。在为师眼中，无论是花果山上的猢狲，还是毁天灭地的齐天大圣，都是为师心中的悟空。这十万八千里的取经路，才是你我的家。孙悟空，看你还能顶多久！火要烧过来了。不知道会不会不习惯。这取经路上，俺老孙怕是陪不了你了，师父。你要干嘛，悟空？老师，老猪。保护好师父！啊！大师兄，
师父，师父，悟空，孙悟空，你终于中计了。你以为我要的是唐三藏吗？我要的是你的火眼金睛啊！悟空，大师兄呢？大师兄呢？我的眼睛！圣都不是我的对手，牛魔王，你还我大师兄！把他们给我带走！是，带走！走！放手！悟空，悟空！齐天大圣，现在是你的了，他再也跑不了了。齐天大圣，大圣，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，大圣，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，
我已经不是祭奠大圣了。500年前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活灵，每天除了炼丹，就是炼丹。他们说这是命。 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。齐天大圣，你再给我讲一下西天路上的风景吧。太阳刚落下山的时候，我看到来时的方向。 想和你一起去看西天路上的风景。 最后关头，就让唐三藏的十世修行为我开一条路吧！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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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
有本事你杀了我。 西天路上必须经历的一劫，火眼金睛虽能洞悉一切，却难逃一叶障目。如今重归清明，方得自在。这八百里天外之眼，该有个了结了。多谢菩萨指点迷津。西天路远，往后你们师徒更要团结一心，方能取得真经。多谢菩萨，多谢菩萨。 一念花开，一念花落，一念俱灭，一念成圣。有多少人徘徊在这一念之间，连齐天大圣也是如此。二师兄，我好像听懂师傅的话了。我早就听懂了，走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着我，去看西天路上的风景吧。老哥，走了，来了，整天催什么催？